有一种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，这种文化就是竹的文化。对于竹子的利用，最早可追溯到六七千年以前。在原始时期，竹子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有着中国竹海之称的湖州，竹的历史更是悠久而深远。1958年，一群考古工作者来到了湖州市城南7公里的陆村。这一次的到来将有什么发现呢？这里正是前山样文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考古学者们在两次发掘之后，从遗址中出土了200余件竹编。前山样遗址成为中国目前出土竹编数量最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原来早在4700多年前，竹子就以一种循序渐进的姿态进入了湖州先民的日常生活之中。湖州的人们也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，为湖州文化渲染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而在之后千年的岁月之中，人们对于竹的热爱愈加的深厚。从最开始的生活需求与生产利用，逐步上升到了文化依托与艺术创造。比如苏轼，苏轼在湖州当知府的时候，尤爱湖州的竹。他说：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世俗不可依。”苏轼一生爱竹，更是画得一手好竹。一次坐在公堂上，苏轼一时兴起，随手拿起毛笔蘸着朱墨，画了一幅朱竹。有人说，世间只有绿竹，哪来的朱竹？他便反问，人家都用黑墨画竹，世间哪有墨竹？后来文人画中便流行画朱竹了。苏轼是个热爱生活的人，为人豪放洒脱，即使是笔下的朱竹，也是他对竹与自然的热爱。我们大胆地猜测一下，苏轼在湖州为官期间，定是走遍了湖州的深山竹林，品尽了湖州的悠扬竹韵。湖州的西部是连绵横亘的山区，山从天目成群出，天目山上满山遍野都是竹子，山里比清风灵泉更饶有滋味的便是茫茫竹海了。莫干山作为天目山的余脉，山峦连绵起伏，满山苍翠，山中亭亭而立的是婀娜的修竹，山涧清澈不洁的是干裂的山泉，山脚星罗棋布的是清新浪漫的别墅。这些迷人的自然人文风光为莫干山赢得了江南第一山的美誉。莫干山不仅孕育了秀丽的风景，还滋生了奇幻的传说。
2000多年以前，正是春秋末年诸侯争霸之时，吴王想要争夺盟主之位，偶然得知吴越边疆有一对干将莫邪夫妇是铸剑神手，遂下令干将夫妇二人在3个月之内铸成盖世宝剑来献。夫妻二人得令上山采山间之铜精，铸剑于山中，最终铸成了雌雄宝剑，雌号莫邪，雄称干将，合则为一，分则为二，斩山泉，磨山石，剑锋利倍长。剑铸成了，但夫妻二人深知吴王奸凶，于是留雄剑于山中。干将献雌剑与吴王，吴王得剑十分高兴，但为了让此剑独一无二，吴王杀了干将。此后莫邪为了永远与宝剑同在，也跳入了深潭。莫干山自此与干将莫邪的神话传说生生相惜，后人为纪念莫邪，干将将其铸剑磨剑处叫剑池，而这座夫妻两人所居之山就被称为了莫干山。这个传说是人们为莫干山增添的神秘传说，只是让我们在踏进莫干山时对它的悠久历史、秀丽山水有了一个更深的感悟。我们走在莫干山的山间小道上，一路都是胜景，周身都是至宝，三圣竹云泉，三宝绿静静，这是当地的民谚。三圣指竹圣、云圣、泉圣，三宝指绿宝、静宝、静宝。我们身侧摇曳着的翠竹就是莫干山的三圣之冠，它以其品种之多、品味之高、覆盖面积之大，列于全国之首、世界之最。而在1000多年的山林开发史上，丰富的人文景观也成了莫干山的一张金名片，这里走来了无数慕名而来的人。同样是在这样一个盛夏酷暑的日子，郭沫若也与我们一样登上了莫干山。郭沫若行走于山径，听竹叶沙沙，像清风徐徐，夏日的热烈一下子便溜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丝丝清凉。郭沫若的心情不由舒畅起来，他闲适地徘徊在竹林小径，然后说：盛暑来滋颇若秋，紫薇花净翠黄幽，山居最好老盘古，登道千寻赴上游。六月如霜的莫干山，来过游历的文人，也曾来过伟大的领袖。毛泽东主席是乘着车来到莫干山的，这一次的莫干山之行对主席来说就是一次身心的放松之旅。虽然匆匆而来又急急而去，但莫干山的迷茫不清的草色、莽苍陡峭的山峦，都让主席感到心境的闲适与轻快。在离去之时，主席说：时光走得太快了。
纵观莫干山的别墅风格多样，既有哥特式的建筑，也有巴洛克的遗风，有的庄重，有的浪漫，有的优雅，有的活泼。200多幢别墅分别代表了欧、美、日、俄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风格，是国外住宅府邸形式的复制品，这也使得莫干山有了世界建筑博物馆的美称。山间的别墅与周围的竹海和谐统一，又因为名人的到来而有了不一样的历史深意。我们如今信步走在这天人合一的境界中，因为还深陷在林海深处，静谧的还以为时光静止了，直到叮咚的潺潺水音惊醒了我们的梦境。我们的眼前是一片被莲叶所覆盖的碧潭，碧潭之上斑驳的岩壁上有一个巨大的翠字，看着行云流水苍劲有力的字体，我们想起了千钧陶。1987年的夏日，钱君陶应友人的邀请来到莫干山避暑。莫干山早晚尤为凉爽，自清以来便是避暑圣地，更有清凉世界的美誉。当钱君陶走至碧潭前时，看见光秃秃的巨岩之上无一点缀，心中甚感惋惜，于是在游览了莫干山的清新雅致之后，欣然为石壁提了个翠字。钱君陶之后更是笑称，平生写的最大者当推莫干翠字。在莫干山，翠色成了它的保护色，翠色的河，翠色的潭，翠色的竹，因为这般生机的颜色，平凡普通的山有了诗情画意，漫山遍野的竹有了文化涵养。说起竹海竹乡，让我们想起安吉，说起安吉，让我们想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世界艺术大师吴昌硕。吴昌硕是湖州安吉人，他与苏轼一样都是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。作为海上画派的领军人物，吴昌硕的竹区别于苏轼的写意淡墨，他以粗枝大叶、笔势纵横为特色，他的墨竹成性随意，水墨淋漓，自然天成，开辟了别开生面的新画风。吴昌硕又强调金石入画，以篆书笔法写竹，功力极为深厚。不可一日无，有客爱成癖，翠袖翩然来，薄暮已寒碧。这是晚年吴昌硕眼中的风雨翠竹，风雨的沧桑却无法阻碍竹的翩然。吴昌硕对竹的灵感想必定是来自他的家乡安吉了。吴昌硕去往安吉龙王山观竹，当他回到西陵印社之后，对龙王山的有感而发，写下了天为地载、山高水长的佳句。龙王山位于安吉县张村镇南境，是安吉、临安、宁国两省三县的交界山，是浙北、华东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一高峰，主峰海拔1587.4米，被称天目第一峰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
江南的山呐、都是浸染着神话传奇的仙山。相传在远古时期，王母娘娘的女儿对凡间心生向往，便下凡历练。在历练时期，她与东海龙王的三太子相爱了，两人结成姻缘，并诞下了九子。王母娘娘疼爱女儿，赐予了神坛，造福凡间百姓。龙王山便是源自龙生九子的传说，古老而浪漫的传说融入到龙王山的山中景中。黄浦江源，松风天堑，幽霞仙踪，九龙潭，九天洞等独特的龙王九景，汇成了龙王山不散的风情。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我们不断地攀登高峰，迷恋于竹林的波澜，却在不经意间与别的什么相遇了。这里是海拔1350米的地方，这里是天宫造化迁建绘就的黄浦源头，生命之水正在源源不断地喷涌，它似在怒嚎，带起了波澜壮阔的喧嚣。它似在舞蹈，挥舞起了转瞬而逝的涟漪。它或许只是在奔跑，跑向阻碍它的巨石，奔向等待浇灌的林木，融入等待它的港湾。龙王山里除了水的喧闹，剩下的便是竹的高歌。山里四季常绿的竹子点缀其间，岿然不动的山，源源不断的水，一时之间竟是成了竹的陪衬。瞻彼奇傲，绿竹依依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鹤其选兮。诗经里唱诵着竹之曲，曲调太悠扬，词藻太深情。或许竹太美貌了，所以山的壮硕，水的柔软都可以忽略了。或许竹太君子了，所以山的伟岸、水的风情都被遗忘了。龙王山上的竹君子，带着朴素无华的面貌，心静如水的脾性。你来，他便淡淡地招呼你，不急不缓的声调，却在无知无觉中抚平了夏日里的燥热。你走，他便静静地看着你，无声无息的遗忘，却在不惊不喜中挽留了脚步下的仓促。峰峦叠翠的龙王山，风姿卓绝的黄浦江源，君子如玉的茂林修竹，明明是平凡的模样，却积蓄着不平凡的力量。管子说，圣人若天然无私负，若地然无私在也。如果说安吉的龙王山上的竹林是君子，那么安吉五鹤村的大竹海就是容纳百川的圣人。我们向大竹海走来，捧着一颗真心，走向竹海的重重叠叠，走向优雅与高洁。我们向大竹海走来，
捧着一份清凉，走向竹海的淡淡幽香，走向静谧与安详。中国大竹海是一片面积达666.7万平方米的竹林，这片圣地上生长的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植物——毛竹，它是中国东南部最大的竹文化生态休闲旅游区，也是浙江省最著名的大毛竹示范基地。而有关中国大竹海之名的由来，则是因为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原国务院总理李鹏。李鹏来到安吉之后，为安吉提了“中国竹乡”这四个大字，而安吉竹乡主要是以大竹海为轴心向四面辐射的，所以这里就有了“中国大竹海”之称了。中国毛竹看浙江，浙江毛竹看安吉，安吉毛竹看港口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安吉的毛竹。毛竹是一种神奇的植物，5年之内它丝毫没有长大的迹象，偶露尖尖小角，与其他林木相比，它实在太不起眼了。然而到了第6年后，待到那个属于自己的雨季来临之时，它将以每天6英尺的速度向上急窜，只要15天左右，它大约可以长到90英尺，一跃成为山林里的身高冠军。在毛竹肆意生长之时，还有更奇特的景象。身处在毛竹周围方圆10多米内的其他植物，一时之间都将停止生长，只有等到毛竹的生长期结束后，这些植物才又获得了生长的权利。那么这漫长的5年，毛竹都经历了些什么呢？原来在这漫长的5年里，毛竹并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无所作为，他把所有的努力用在了地下，用在了伸展根系上。5年中，他将自己的根扎到几英里远，充分的准备过后是等待。在第6个年头，一次甘露润泽之后，毛竹就开始迸发出它埋藏了多年的力量，直插苍穹。一个奇迹的产生，不仅依靠现在的运作，更重要的是依托过去的准备。有人这样说着毛竹的生命历程：1/8露出海面的冰山，绝不仅仅是只有那1/8的意象，正是因为有那7%在水下，才展现出冰山的神秘、威严、壮美。海明威笔下的冰山与安吉大竹海里的毛竹又是何其相似呢？那么大竹海能够在这片崇山峻岭中形成，又是为何呢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阐述了种竹的立地条件：竹宜高平之地，近山府，由是所宜，下田得水则死，黄白软土为粮。安吉大竹海身处狭长盆地之中，年平均气温13.19度，温度适宜，雨量充沛，
这对于喜温喜湿的毛竹来说，无异于最好的选择。自然的造化当然功不可没，但竹乡人民的辛勤培育更是不容小觑。川原五十里，修竹半其间，这是明朝甘元鼎笔下的安吉，美丽的竹乡。竹乡的人民利用经营竹林的传统经验，悉心照料着毛竹的生长。他们挖山松土，分年份铺山砍伐，才有了大竹海干高、挺直、围大、笔厚、质量上乘的毛竹。这时候，竹乡的人民又在烈日炎炎下上山伐竹了。伐竹工爬上一处陡峭的山坡，从高往下砍伐，手握柴刀，看准一根毛竹，从根部几刀下去，再一推，毛竹顺着山坡倒下。山下的乡民将五六十斤重的毛竹拖向一旁的竹道，这一上一下的分工合作已经是多年以来的经验了。这些静卧在道路旁的竹也将有着他们最佳的归属。山林深处清风徐徐，伴随着伐竹之声、竹叶之音，安吉大竹海里厚重的竹文化也正在缓缓渗透着。一年四季苍翠欲滴的毛竹，它的背后是不屈不挠、不畏冰雪的意志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远在破崖中，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你西南东北风。文人高士们爱竹，他们爱竹的坚韧挺拔、威武不屈。湖州的竹文化在漫山遍野的竹海里，在文人墨客的诗画里，在竹乡人民的需求里，竹以它独立高洁而又伟大奉献的姿态，参与着湖州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。